无论您停留在过去，或是活在当下，未来就从现在开始。Now. 现在。现在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了，但如果您被新概念所吸引，那么仔细想想，如果现在有个运输系统，不只改变您移动的方式，也改变了您与人联系的方式，行动力可以改变时间与空间，突破想象力的限制。如果您跟我们有同样信念，相信创新可以激发灵感，那么最后问问您自己，未来是属于谁的？隆重推出 DF91，看见未来。